哎，谁在开门呢、啊？我不知道，谁敲门？你去，来，远、啊、哎，你怎么把密码换了？我不换密码，我还要干嘛？为什么要换呢？我想换呢、啊，你还问我为什么要换？你出去一晚上都不回家，你问我为什么换？那我不就出去一晚上吗？干嘛要换呢？你出去一晚上不回家，我告诉你，你是跟你的男闺蜜呀、啊，出去玩一晚上不回来，我不换锁，你让我留门给谁呀、啊？啊？你让我留门给你吗？你不要再踏进这个家一半步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家不欢迎你了。他心情不好，我去陪他喝酒了。他心情不好，我早就告诉你了，不要有男闺蜜这种关系这种人了，啊？你怎么还是不听我的？嗯、哎呀，不就一个男闺蜜吗？还出去一晚上，还跟他出去一玩一晚上不回家，我肯定要把密码锁关换了、啊。不要进来！不要进来！等会我发火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现在看到你就恶心啊！你一点都不守妇道！不要指我！一点都没有啊道德底线！我去跟他喝酒，他心情不好，我去陪他聊聊天，怎么就不守妇道啦？是你自己想太多了！我想多，哼，那你就是太闲了，闲出病来了你。闲着病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家你不要再踏进一半步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，啊，结婚证在这里，我们马上去离婚。你干什么啊？还要离婚？你至于吗你？我怎么不至于呀、啊？我不离、啊，我不离。拿来，你马上去离婚。我又没做错什么，怎么说你要离就离啊？你没做错什么，你没有道德底线啊！我们已经结婚了，已经有小孩了。我们一家三口本来就可以幸幸福福，但是你还和你的那个什么男闺蜜有来往，我早就告诉你了，不要和他有来往，不要有这种男闺蜜。他心情不好，我陪他聊天啊。朋友心情不好，你出去我也不说什么呀，你应该理解我才对。怎么我回来你还要跟我离婚了、啊？你就是有毛病，神经病他心情不好，我心情就好吗？你出去，我的心情有多糟糕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会心情糟糕嘛？你在家能有什么心情糟糕吗？我又没做什么。那我他心情不好，我心情就会好吗？嗯。那他能和你一样吗？他是我男闺蜜，是朋友，就应该去陪他、哦。他比我还重视是不是、嗯？那你都久了还搞那些干什么？不要再进来了。刚才我已经说了，让你在门口不要进来。你怎么一进来了？我不离。赶紧走去离婚。我不离。赶紧去离婚，走。我不离婚。我又没做错什么，你让我离我就离，我不离。走，我不想走。不想走，告诉你必须去离婚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一点都不守妇道啊，一点都没有道德底线。啊，出去跟朋友喝个酒就说我没有道德了，走，那这样子离婚率很高的，知道吗？去电梯里面走。我不去，我不理你了，我没办法。咦，门又关了，走。我不离。我不理我知道错了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以后我不去了。改不了，我告诉你，狗改不了吃屎啊！宝宝，你干什么、啊？宝宝都要拉你去，因为他知道你没有道德底线，不守。那是你教他。不守妇道。小孩懂什么、啊？走，赶紧。我不去。哎，不要追我，宝宝，不要追妈妈，不要追妈妈。赶紧，进来，关门。搞什么、啊、你？